而且咱喜气洋洋，洋洋喜气啊！明天啊，就是咱三月二三妈祖节啊，也当讲全台湾啊，讲咧庆祝妈祖的生日。明天两时啊，今仔日一日咱孟加拉天宫了关妈祖来呼吁着咱孟加拉地区，来保庇着咱孟加拉地区。来，往里面靠，往里面靠，拜托大家，拜托大家，再次诚恳的拜托大家啊，也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。非常辛苦，谢谢我们的大学生学校事宜。感谢咱孟加拉金车，咱的行政班老师来帮我们接过一下制服的监工兵。感谢咱的中。
来伺候。我们可以看得到啊，这个战甲非常的漂亮。小心恭迎参加林丁宫列位众神家莅临咱罗主团来祝贺。哦，我们年仅四岁的老祖哈啊，礼物都来贡献，非常感谢。咱梁振江今来共对梁振江的微信群来献下上用礼，一奉献拜，再奉献拜，三奉献。非常感谢咱梁振江，在咱台湾有200年的历史，超过220年的历史。